船舶刹车，后拖网，后拖网之制作。首先将剪裁好的泡棉网钉于铝网上，紧接着将定制好的铝网放于棉网上，接着将棉网围绕至铝网上，并用订书机固定，最后将尼龙绳穿插在做好的拖网上，并用热熔胶固定。加装后拖网之实际测试。后拖网的主要功能为降低船速、前挡板。前挡板之制作，将切割好的塑胶片使用热熔胶连接于船首。加装前挡板之实际测试。此测试能发现前挡板有显著的转向效果。加装两向船舶刹车之实际测试。这个测试所测得数据与加装前比较有明显的减速效果。